你要干嘛？搭便车啊，但是千万别找车牌是春日部的，因为他们说不定在电车上看过我们的长相。哎，女人应该比较容易拦到车子吧？哎，先生，你不要紧吧？很危险的哦。美羊，我看还是让我自己来吧。有没有搞错呀？他那个样子怎么可能拦到车子嘛？停车啊！